嘿呀，大家好啦哈，我是娜，没有错。然后我们今天是要继续我们的 Slay the Spire 啦，那一样的，如果喜欢影片，加一个赞，那还没订阅的同学马上订阅吧。好，然后我今天是想要试试看玩制定模式，对，我脑袋一直有一个很酷的玩法，一直想玩，所以我们这边就调等级生物，然后我们玩武境，然后我们减上一个盾级 P， 然后我们再加上诅咒局，再加上一个死斗好了。我一直好想这样玩很久了，所以让我试试看吧，好不好？然后满是精英，然后我们再来一个，我看一下哦。应该不用了吧？大概这样子应该就可以了，大概这样子应该就可以了，应该吧？应该，或者是我们可以再拿到一个神经错乱，好像可以哦。传家宝可以，不要传家宝，我们就不拿绿绿的。好，大概这样子吧，然后不能休息，暗夜惊魂，耶、yeah, ，就这样，走吧。呀，我在玩什么？Let's go 。OK， 虽然我们满是金，我好想这样子玩很久了，你们知道吗？超久，就一直脑袋有那个蓝图这样子。啊，我们走吧。这里就直接旋风斩应该就可以死了。好，火焰，然后这边我们拿双重打击吗？双重打击好了，那我们走吧。然后这里的话，我觉得我们就直接上过去打死他。这个打你，专注看看啊，没有要牌。好，然后我们再放完美打击 ，OK。这里我觉得随便拿应该。不要随便拿，我说回那句话。这有没有去拿金币 ？OK， 再走吧。狗狗，左边我们打霹雳，再打这一只。好，然后我们再打痛击。要我现在好好奇，我是一个牌组可以打到多远哎、欸，感觉超酷的。这边我们就先丢金属化。我们也就势不可挡，再丢这一个，好 ，ouch， 这里我们就先观察弱点，用祭品 ，ouch， 来用这一个，来用冲锋，再用打击，好，这一边的话，其实我们可以先拿幽灵铠甲，可以的，然后走这边，哎呀，我们走这边好了，不要走，哎，可以，我们可以走这里。我忘记说我拿的是那个什么，哎，我们还可以打造，没事，可以 ，OK， 妥妥的。我看一下哦，打造什么好呢？打造个这一个吧，这个要先上来。好，然后我走吧。哦，嗨，我看看哦，这我们就先不丢，下一个回合，我看看，双发，我们先就孵化，好。OK， 差不多了。然后我们这里先丢这一张，再丢这一张，这一张，这一个，然后这个随便丢，没关系。OK， 然后我们先丢这一个，观察弱点先丢，再丢这种痛击，再丢痛击，再丢这一个。好 ，ouch， 这一边飞踢。OK， 妥妥的，捕梦网。这边我们再拿突破极限好了，那我们再走。哇哩哩，不是这样吧，孩子？我先用这一个打掉一只，再用这一个打掉一只，这个打你，这个打你，不行，这把要先打掉，不然好痛。好，然后这边我们先防御好了。哦，有死亡收获，可以，再打去，博眼血也好。OK。这一边我们再拖多一回合好了，有 go， 拿来旋风斩，补一下血嘛，有没有？这里拿破盾不错，然后我们再走这一边，肉肉是肉肉，好，嗨，这里
我觉得我们可以打势不可挡，再打这一个，再打这一个。好，先隔挡再说。虽然说下一个回合可能会死到很惨，对。先突破极限吧，在这一张。再突破极限吗？好像也可以。我想想，这可以打哈。这里的话，打你吧，算了。好，会被打一个十二下。OK， 这里我们先用上勾，不要，用这个打哈，上勾拳打你。好，下个回合，尽量不要浪费血吧。这一个，好，肉肉，这边再拿突破极限好了。好，走吧，自己再锻造。我们先把突破极限锻造上来吗？不用，我觉得我们要锻造的是那个，对，腐化，用腐化会比较好，个人觉得。Let's go！ 啊啊，为什么是你 ？Why is yours？这一个，没用。好，哇哩哩，对上他让我有点尴尬。好，六下而已，可以，没事，六下而已 ，Go。好，没事，自数，这边双发，那我们再走吧。小偷呀，你也太早出来了吧，吓死宝宝我了。我先丢这一个，然后我再丢双发这一张。好 ，OK， 这边拿，这边拿破灭好了，破灭其实不错用。哇，又是你们三只。这里我先拿牲畜，丢一个上去，丢两个上去，丢一个上去好了。那我们再用专注。哇咧，这样子怪怪的啊！我先丢这一张。32，我再突破极限好了，吃颗砸你 ，OK， 可以，哪里？他不见了，OK， 然后我再用这一个33滴，我先丢这一张，我再丢这一个旋风斩，好，百年积木，然后我们再拿祭品好了，可以，走吧，自己再锻造，我还要把什么东西锻造起来啊？好像没什么作用。让我看一下，我们上面是打你，那我先睡一个觉吧，以防万一，然后顺便拿一个肌肉。OK，Let's、okay, go。Hi， 这位老兄，先丢这一个，丢突破极限啊，丢不出去。算了，39，哇哩哩，我先丢这一张，然后先观察弱点。异伤状态，先跟你丢一个异伤状态，我再用飞踢啊，你也太快了，然后我再用金属，没有，我再丢壁垒，再丢金属化好了。 OK， 13，我们先用这一个，然后我看一下哦，技能牌哦，有，这是什么撕裂，可以，好，就先这样，先不打，打的话很危险的。这里的话，我们先用这一张，然后我先用祭品 ，ouch。这里的话，完美打击，我先丢这一张，哦哦哦，可以哦。然后再双发这一张 ，OK， 可以了。哎，你打不进来。再用突破极限，再用破灭，阿烈，再用破灭，破灭给什么就打我，拜拜。哎，等一下，这样好好玩哦。好，这边拿这个吧，然后我们再拿一个，无法再休息，其实还好哎。其实我们也可以拿这个，但我觉得我们拿这个好了，反正我没用到药水，应该吧。好。这样子好好玩哦，各位观众。一二三，但我好想走商店哦，这边有一个商店，但这边只能打三只。如果走这边两个商店的话，也只能打三只。
这边可以打，这边只能打。哎呀，我刚才看到有一条路可以打四只，是哪里啊？哎呀，一二三，哎，只能打三只吗？好吧，那我就选这条路好了。这一条，这一条，这一条 go。哇，一来就你们三只啊！不要这样嘛。好，我看一下哦，我先丢突破极限，我再丢双击你下来，这一个打你，其实不用哎，他们都快死了，拜。好，刺激打死，旋风斩在哪？没关系，走吧。嗨，这里我们去丢这一个，然后我再丢这一张。然后我先丢这一张，然后我再丢双发这一张，拜，血又满了，哎嘿，打击，那我们再走吧。哦，宝箱 ，no， 等一下，那应该好危险啊！算了，随便啊，都可以。嗨，嗨，先丢啊，没有用，我看看哦，我们先丢这一张。哇哩哩，为什么你出来了？那我接丢这一个，我再丢这一张，好，打击，走吧。哎，这里的话我们就直接丢，哇哩哩还打我哎，31点到达95点，尴尬了。我先丢这一张，再丢这一张，再丢这一张，再丢这一张。没办法哦，只有注定要被他打了。ouch， 挣扎吧，这个突破极限。这个先砸你没关系，火盾先用，竞品先用，破灭先用。啊，破灭套这一张 ，OK， 然后先这一张，再这一张，拜。57，还好还好，我们血量还好。先突破极限 ，ouch， 再这一个，呀，疼痛在哦，好痛啊！等一下，一直这样被打，感觉有点不太妙，打掉好吧 ，ouch， 好，哎，等一下我为什么打上来？我绝对是个靶旗，我绝对是个靶旗，这个我就不否认了，好不好？我先丢这一个，我再丢这一个。我先再丢这一个，这一张，拜。我干嘛拿上来啊？我是脑袋撞到是不是啊？这里先用这一张，再用破灭，再用这一张，这一个，这个放回去吧，这放回去吧。那我们用这一个，再用这一个，好。这里再丢这一个，好像都一样，都一样。那我就直接丢这一个，再这一张，这个，拜拜。破灭吗？再来啊！更多更多的破灭啊！尴尬，拿错东西的后果。哎呀呀呀呀！先丢这一个，突破极限，自然不用吧？先丢这一张，再丢这一张。好，差不多了。痛痛，这个哇哩哩，啊，直接前后片到完啦，没关系，还是死了。手里剑，这里可以先拿这一张，那我们再走吧。离开吧。哎，现在离开会受到伤害耶，以前不会的说。哦哦哦，挖挖挖，开挖开挖。这里我觉得。我们可以先拿这个，这一个也可以先拿。OK， 好的，谢谢你啊，拜拜。走，这里先用突破极限。那我先用这一个。我家的旋风斩呢？哎呀，旋风斩呢？啊，不对不对不对，这个不能旋风斩。哦，对对对，这个不能旋风斩。我在干什么？我在找什么？找这个。Go， ouch。OK， 我看一下，我怎么打？
这边我先用这一张，因为这个会变二，那我再用这一张，那我再双发这一张，这一张 OK 可以。好，盛宴避雷，盛宴好了，狂宴好了。为什么会说盛宴？自己无视吧，没钱了，穷，我穷呀，我打谁啊？打那一只，休息好了。想着想，想着想，休息好了，武装了，好 ，Let's go， 爱，每见到你们，我就要跟你们爱一次，好，来了，他们来了，先用这一个，再用这一个，再用这一个 ，ouch， 让我看一下哦。这虽然没用，但是用掉它吧，没差。你就帮我打哈。然后这个好，不想打哈，我打这个好了。OK， 好，没事。这边就直接丢这一张，然后再我想想哦，这一张，再这一张，这一张 ，ouch。现在嘛，先丢这一张，再丢这一张，拜。好快，早知道就不要补血了，可恶！先拿，其实我好像拿恶魔形态哦，拿恶魔形态吧，之后可能会用到，可能也许或许。那拿这一个卡牌我们不要，我卡牌特别的多。然后开始打多纳的，我看一看哦，一只、两只、三只、四只，可以打四只。这边一三只、四只，这里四只，这里也是四只吗？这里也是四只。好，我走这里。四只，但是能走到商店。这个恶魔，我先丢个祭品看看。啊，我先丢这一个，爆炸先丢。然后我先丢这一个吧，好，这里拿双重打击，那我们走吧。商人 ，no， 啊，买不起来，我讨厌你，算了，拜拜。跟都买不起来耶，什么鬼？一二三四，哎呀，一二三四啊啊 ！OK， 呐喊吗，各位观众？拜托，让我呐喊吧！啊，救我吧！嗨，好久不见，虽然说我们砍柴好像才见。好 ，OK， 十三，请勿视。我好不想打你啊，我感觉我打你我会死哎、欸，算了。放弃，那我就被他打了，好难过、哦。先用这一个，再用这一个武装先丢，再丢这一张天性先丢。嗯，恶魔可以先丢，没差。再，我好想丢那一个，但是等一下，我先丢掉恶魔，我再丢这一张，再丢这一张，啊，可以了。呀，我恶魔也太多了吧，这好凶啊，先破灭，再这一个，再这一张，这张咬下去你要死了兄弟，这里这一个，这一个啪才恢复九生命，好难过、哦、不修陀螺，不修修修修陀螺，拿旋风斩好了，我旋风斩感觉特别少，一直刷不出来，先丢圣怒，破灭这一张，这一个清化随便啊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可以再打。对，我有不朽陀螺。啊，我是霸气，绝对是霸气。这个不承认不行了，好难过哦。等一下，哎呀，我有不朽陀螺，我到底在干嘛？这里嘛，先用神处。OK， 这拿走，这一个，
这一个，然后哦 ，no， 先丢这一张。我先丢这一个，再丢这一个，再丢这一张，再丢这一张。我看一下什么？好吧，旋风斩，芒果生姜，双发。走这里，挖，开挖开挖，我们开挖了。哦嗨，酷酷脸哦，酷酷脸哦。我先丢这一个亮剑，这一张祭品先丢 ，ouch。这先丢，顺屁掌先丢。哎，不对，我要先丢这一张，我在干嘛？然后双发这一张，我会打死他。哎，好了，打死他了，拜拜。慢走不送，灰尘。哦，突破极限，拿，再走吧 ，Go。又是疼痛 ，Why？ 嗨，先丢这一张，再丢这一张，这一张愤怒砸下去，再这一张，好，然后被打了 ，Ouch！ 不要打我好不好？拜托，看在我那么可爱的份上，这一张旋风啊，他死好快哦，等一下。我其实要拿安然不动了，再不拿的话我就会死掉。哇哇，灯笼，哇灯笼，是小黑们。我先丢腐化好了，天性包扎丢掉，然后再双发，这次掉它。虽然说没有什么作用，可以让它不打我就好了。先观察，再天性，这一张，再这一张，烧烧烧都烧，再烧，再烧 ，Go， 拜拜，上勾拳，我不如拿重刃，自己单打有奖励还不拿吗？这里我先丢破灭。然后我再丢秘密武器旋风斩来，然后我再丢这一个，这一张双发 Go， OK 针线可以哦，打击再来，走吧，啊又是你啊，嗨，我先丢武装，再丢这一个，啊好像弄错东西了，尴尬，再这一个，这一张来吧，什么卡？再来什么卡？啊 no！ 哦，我可以打死他，尴尬了。我先丢这一张，好，然后这一个，这一张，再这一张 ，OK。草莓，草莓都来啦，再拿不动好了，不动不动，再挖再挖，开挖开挖，清汤可以哦。嗨，多纳德。呀，这多纳德好凶啊！呀，先丢这一个，再丢这一张，这一张，这个先吹吹他的小心肝，我看看哦。我先再磕挡一下好了，好，可以了。哦，有避雷就好了。这我先丢这一张 ，ouch！ 天性先丢，破灭先丢。哦，可以哦，破灭的好东西，这个先丢。这个可以先丢，我再丢这一张，这一张先丢吧。39，算了，我接一件好了，快一点。ouch， 疼啊，兄弟！先丢这一个，突破极限，吃吃，再打你，再这一个，啊，用不了。哇哩哩，你又来啦，疼痛！先丢这一个，好，这一张，拜。我突然觉得我这个牌组有点做坏了，怎么办？战斗后必掉落药水，变化升级。我觉得我拿羽毛好了，这样我就不用休息了。哎、欸，我看看我们拿什么 ？No， 那么快！
好啦，我觉得我今天就先到此啦，然后我们下一节继续吧。欸，感觉这样子不错玩欸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想要这样玩，不要问我，我自己也不知道。我就想说，因为想说有制定模式嘛，然后想玩这一个卡，这个牌组想玩很久了，然后就来玩玩看这样子。好了，然后今天我们今天就先差不多先到此啦。如果喜欢影片，给个赞，然后持续支持我，找我的最新影片。然后也谢谢大家收看了，所以就拜拜。